这个验配啊，主要就是眼镜它有一些不同的参数，我们要根据这个人的眼睛跟它的度数去做一个客制化这样，所以有一些镜片的参数要去做决定，然后要做一些测量嘛。所以包括哪些参数？像是镜片的大小。镜片的直径就是镜片的大小，基本上就是眼睛比较大的镜片要大一些，不然的话会比较松，比较容易滑动，所以镜片的直径是其中一个。那还有镜片要多弯，因为我们的角膜是弯曲的嘛，镜片要符合它的形状才贴得上去，所以镜片的那个弯度叫做频率半径，或是叫弧度。镜片有多弯，镜片有多大。频率半径，这个频率半径指的就是那个一个圆的大小，半径越大的话，例如说半径五公分，画成一个圆，或是半径十公分画成一个圆，这个圆的大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曲率半径越大，代表这个镜片是比较平的，没有那么弯。曲率半径很小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很弯曲的一个镜片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弯度的意思，一个是大小，一个是弯度。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镜片的度数要符合这个眼睛的屈光度数，要去矫正嘛。所以镜片的度数也是一个要决定的一个因素。好，那我们要决定这么多东西要怎么决定？就是有一些临床上的测试，像那个直径的大小，直径的大小我们要看。一个叫做，其实是要看角膜的直径，镜片要多大，这个是取决于角膜的直径。角膜越大的镜片直径就要大一些，这样子它的松紧度会比较刚好。如果角膜比较大的话，你镜片太小，它的附着力会比较小，就容易滑动，会太松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测的角膜直径，越大的镜片直径也要相对的选大一些，所以要看角膜直径。是一个等比的关系。所以这边都是在教你说，你在选一个镜片的参数的时候，要根据这个人眼睛的特色去选。那怎么选的话，有一定的一个那个规则在。所以镜片一定要选大一些。它是一个等比的关系。那角膜直径怎么测？测量的时候，眼睛单眼测试嘛，眼睛跟鼻子，然后请他平视正前方，看着正前方，不要刻意看上面或看下面，平视正前方，平视。好，平视之后呢，我们要量角膜的大小。那因为角膜是透明的组织，你看不到它实际是在什么位置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角膜后面的虹膜。我们平常看到黑眼球，黑眼球其实就是虹膜，
那虹膜的大小跟角膜其实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量黑眼球水平方向这个距离是多少，用这个可以测量到的这一段距离去代表角膜的直径，这一段距离黑眼球的水平方向的距离，这个叫做 HVID， 这个 H 就是水平方向的，这个 V 是可以看到的 Visible， 这是 Horizontal， 那 I 就是 Iris， 就是虹膜的意思。D 是 Diameter， 是直径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翻成中文的话，它就是水平方向的可见的虹膜直径。我们是测量这个黑眼球的水平长度去代表角膜的长度，临床上是这样子测试。好，那球路半径怎么选？今天要选多弯，主要是看角膜的弯度，角膜的曲率半径，基本上你镜片要跟角膜一样弯，这样子是最服帖的。那贴上去之后，它的泪液分布的比较均匀，会比较好。角膜的弧度，这个弧度就是曲率半径。然后我们选的规则，我们测试的时候是用那个弧度仪去测，用角膜弧度仪测嘛。那给你一个例子，你可能比较容易了解。角膜弧度仪假设你测出来的数值啊，是例如说42在水平方向180度的方向是42个屈光度，然后44个屈光度在90度的方向，假设这样子好了。那我们在选这个曲率半径的时候，基本上如果角膜散光小的话，角膜的形状很接近球面，没有什么那个散光的话，角膜散光少的，我们就是曲率半径要用选的跟平 K 一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平 K 是什么东西？角膜弧度仪测出来的这个数字就叫做 K 值，这个东西就叫做 K 值。K 代表的就是角膜弧度仪，它测出来的数字就是 K 值。那平 K 是什么东西？因为大部分人他的角膜它是有弯的地方跟比较平的地方，不是完全都是球面的，所以例如说像这样子，屈光度一个42，一个44。屈光度比较弱的，就是比较平的，角膜没有那么弯。角膜越弯的时候，屈光度越高，它就是一个度数越深的一个正镜片。所以这个屈光度高的是比较陡的，这个是比较平的。所以这个42就是平 K， 这个44屈光度高的叫陡 K。好，那如果这个人角膜散光很少，你的球面硬式的几乎的曲率半径，你就选的跟平 K 一样就好了，跟角膜一样平一样弯就好了。好，那如果角膜散光高的，这个就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方法，角膜散光中度，角膜散光这个是低度好了，把它写成低度、中度跟高度。
这个中度的话就是差不多200度的闪光，100到200之间，这个是少于100。那如果是高度的话，超过250度的，我们通常是不建议配球面。那角膜闪光高的就是要去配那个闪光的硬式隐形眼镜。